抢下来，抢下来能快速反击的。哎呦，立马你别受伤啊，你这些动作很容易拉伤的。哎呦，吓人呐、啊！立马封住路线，漂亮。我明白了，立马每次防守的方式啊，就是靠判断，判断完了以后直接把身体放在地上，放倒在地上，然后直接用身体堵枪眼。立马，还有苏鲁诺，哎呦被铲掉了，但是还有萨比策挑传，立马怎么处理这球？哎呀，还好还好还好，立马。好球，这球，这条整个后场的这个传球路线都是立马给串联起来的，漂亮啊！法拉西亚脚下也有活啊，麦克多米内这下不犯规吗，大哥了？行行行，马克尔单防，来吧。哎，防的不错，立马今天心情也好，可以一直在鼓励队友。立马怎么在调戏他，直接摸他的脸。哎呦。